大家好，我是石头啊，今天到山上来搞点那个莴笋虫啊，是啊，那个很有营养的。哎呀，就是这种。就是这种啊，很有营养，蛋白质很高。这个生的也可以吃的，很有蛋白质的。嗯，可以。是大山里的野味，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啊？营养价值特别高。哎呀，一个。